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。我记得自己是从去年九月底开始拍摄第一个视频，那个时候我的普通话现在差很多，奋斗了将近五个月，在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陪伴了我的粉丝数量接近了10万的人，我的普通话也有了明显的提升，我呢感到非常的高兴，把拍。Yeah, yeah, yeah.